认识了好多朋友。哪个和你关系最好？哪个和你关系最好？里边。里边啊。嗯。杨老师。杨老师和你关系最好。对。你觉得他你弄到他最能理解。对，他理解，他最能理解我们这个样的民族。但是接下来你要进入编舞团，对。你对那个有理解吗？如果他们让你跳，比如爵士，比如说有可能说来个 hip hop， 你怎么办？那我想来个街舞，是吧？街舞，你可以吗？随便跳啊。现在动作动作，等回去咱们想一下，现在。回去可以想一下。对啊，因为编舞的环节是不能让你跳这个民族的东西了，要新的东西了。好的，可以想得出来吗？想得出来。但是你要和我伴合作，你会挑选谁？挑选陈老师吧。老师不和你跳的，你要选一个舞伴。选个舞伴，不知道选谁了。那先把舞蹈选上好，今天晚上睡好，是吧？好。和伴是几个？两个。那就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怎么说也不知道，失败不是失败也不知道，这现看我这个现在的心情啊，要去编还要编一段舞蹈，你说老师喜不喜欢？就说失败就是失败，不存在，成功也不存在，能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就是第一。我来选这个舞台。也不是我，因为我们佤族里面的人从来没走出这样的大城市，在大山里面好多的人，我第一个先走出闯一闯，试一试，我成功失败不怕，还有我后面的佤族兄弟跟着我来。你觉得像你们这样子就是比较另类型的舞蹈吗？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受众群体比较小，就是会有那种这些舞蹈的手势啊什么的，不会有这种想传播这样的一个想法。然后就辞职告诉你，真的他们不理解我们这样的民族。今天就杨老师说一句话，就没有神的气那样的神，没有这样的神。然后金星老师就没有，我是说杨老师，我说杨老师说错了，我说杨老师，他说。这个神你也再加一点神是吗？活神为什么水都发就这样啊？这些东西啊，然后我感觉金星老师就提醒我，好努力，他就跟我说。就是老师们可能还是都能理解。对，都不能理解，但是我也不怪他们，知道吧？只是我跳我自己，我能跳我自己，跳得开心就可以了。那你觉得之后你会发展没学过，我是来这里看了很多些舞，他们跳了些舞蹈我都看过好多，然后就慢慢再学一下吧，没事吧，好吗？什么舞都喜欢，应该说只要是舞蹈，那么你叫几分钟努力学一下就可以了。